在今年九九体育节将接受表扬的优秀体育青年游泳项目代表是沈宝妮，他今年只有14岁，成绩非常好。那么他最好的成绩是个人40/400公尺以6分16秒8破全国纪录，而且个人40/200公尺呢以2分52秒整也破全国纪录。他也是最近以优秀的成绩得到了我国参加世运代表的资格。沈宝妮，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我大概是在8、9岁的时候。8、9岁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参加过多少次比赛了？这个游泳比赛每年都举行过很多次嘛，而且现在也增加很多那种那个别的项目啊，那我都忘记了。你游泳成绩这么好，你有没有失败过？胜败是兵家常事吗？我常常失败。我最近大概很少失败。嗯、啊，你游泳的这个诀窍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成绩？这个都是我们教练的多方面的指导啊，还有妈妈平时的鼓励，还有姐姐她每次啊游泳比赛的时候，姐姐她都把她平常的那种经验啊都告诉我。是。那么你这次在九九体育节当选为优秀的体育代表，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那么你马上也要到墨西哥去代表我国参加世运了，你觉得你的成绩怎么样？这成绩跟国际上比起来啊，总是差了很多嘛，不过我总是尽力的去做就是了。好，那么你年纪还很轻，当然了，这个游泳相当你的成绩一定还会更进步的，是不是？将来看。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你。